那我们看这题哦，甲乙丙丁几个人，六个人排列。老师想请问一下，甲乙不相邻的区域怎么算？我一再强调区域怎么算，全部分之我要的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区域怎么算？全部分之我要的。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六个人排列全部是几阶？六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六个人排列全部分是几阶？六阶。 我今天要什么？我要什么？甲乙不相邻，甲乙不相邻怎么算？叉空隙，叫甲乙先滚开，剩下几？剩下丙、丁、戊、己几个人？四个人，四个人排列几阶？四阶。排下去之后，告诉我，从头到尾，这时候产生几个空隙？五个空隙，给甲乙两个叉。 身上皮的五取几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这时候把它带进去，这是四阶。告诉我皮的五取二是几？五是多少？二十。写到这边时，告诉我可不可以约分？把四阶和六阶约掉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这边你不要去乘看，好不好？你去约分，约分怎么办？先把四阶和六阶约掉，约掉说分子是二十，分母剩几？六五多少？三十。 所以说答案算出来是几？三分之几？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